挑战回家不说话。你回来了，我今天不在家吃的，我约了朋友，我给你留下来，你记得自己吃啊。挑战开始。哈哈，萌了吧？不开心了？哎呀，我今天好不容易吃个饭啊，我保证十点之前我肯定回来，行吗？不理。哎，你要舍不得我的话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呗，咱俩一块。继续不理。那我不去了，我现在就给他们发消息，你别不开心就行啊。我家里有点重要的事，我先不去了，你们玩啊，别不开心了，行吗？就是高。哎呦，白小黑，哎呦，我撞着胳膊了，这样好疼！你过去，我以为就是这儿。你玩的什么呀？哦，我们家小黑椅子崛起呀！哎，昨天你复出了以后，吞噬了假面之后，升到200级了没？我用东东送的100万已经复出一堆工地椅了，小心我挖地道把你老窝套了，再把你飞领了。怎么还哭了呢？啊，我逗你玩呢，我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不说话的挑战，我没想到会这样。你真生气了？啊？对不起，我行吃大餐，多贵的都行，行吗？哎，你别生气了，要不这样，你随便提要求，我都答应你，不食言，行吗？真的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你睁大眼睛，来，你没事的话，那我吃饭去了。你不是跟你朋友说不去了吗？哦，那个呀，我没看不见。你骗我！徐大宇，你干什么？别等我了啊！拜拜。